大家好，我系记，今日系2021年11月24号星期三，台湾都奉迎是对革命，恭喜晒，我喺东京睇是对革命一致，真系好好睇，喺东京奉迎净系一致，仲未有计划几时再奉迎。聽講係台灣奉迎是對革命6次，好羨慕。就算錯過機會一次，仲有機會睇呢部戲。我希望好多台灣人睇是對革命。我睇呢部戲嘅時候，好多人喊。我哋好心痛，同時好感動。我想知道台灣人覺得點樣？連日本人都好感動。台灣人好難感動。我覺得香港人、台灣人、日本人方向民主自由嘅價值觀。我希望繼續方向呢個價值觀，我哋要一齊團結，為咗享受民主自由。我覺得台灣人對冇自由有危機感，但係好少日本人有危機感。我哋要注意。是對革命有好大影響力，因為呢個係現實。抗爭者真係奪命為咗享受民主自由。我哋應該記住，如果有機會，我最想睇呢部戲。我希望香港朋友身體健康，下次見，拜拜。